Hello， 各位弟兄姐妹，欢迎来到恩宠快讯。接下来报告下周的主日信息：下周六晚上6点，下周日早上10点，会由刘伟茂牧师和我们分享牧养的呼召。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神也将这个呼召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。透过刘伟茂牧师的分享，让我们更多的明白这个呼召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吧。另外，6月19号周日是我们的案例典礼，邀请你来为你的区长、小组长以及小家长来欢呼哦。我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，带头行各样的善事，牧养组员，建立组员，成为小组长。我愿意按着神给我的恩典做主员的榜样，成就神给教会的意向和托付。圣灵，圣灵，我们渴慕你。圣灵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圣灵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现在这时刻，求你降临。圣灵，圣灵，我们渴慕你。圣灵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圣灵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现在这时刻，求你来充满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6月25、26会由李启章区长和我们分享信息，让我们找到对真理的热情，每天都透过圣经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以及祝福，所以绝对不可以错过李启章区长的分享《圣经的活》。另外，6月26礼拜日早上8点半就是我们的敬礼典礼，你的福音种子发芽了吗？赶快邀请他们来参与这个6月26的敬礼典礼，让他们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礼物吧。感谢主，7月3号起连续5周的新势力研经班创世纪，大家报名的非常的踊跃。邀请还没有报名新势力研经班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，让你透过圣经更明白这些圣经人物他们蒙福的秘诀。7月2号礼拜六是我们的学青暑假活动 In His Image，恢复原创。在青少年时期，孩子们常常因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，在人际、家庭、课业上而感到挫折。让我们在活动当中透过分享、讨论以及服事，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并且让他们恢复笑容。所以邀请你周围的孩子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吧。火苗可以烧遍整座森林，我们要点燃这世代的梦想，重新祷告，反对服事，
热闹喜乐的氛围，要感染你的全身上下。用我们的生命让世界变得不一样。桃园恩宠林良堂学习牧区 Southern Soul。这边有一个特别报告，因应疫情，我们方舟舰队生存战的时间调整为第一梯次8月10号到13号，第二梯次8月17到21号。若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来和君王之子的老师联系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有时候会等不到直播的连结呢？这里我们提供一个方法，让你们可以快速的找到直播的连结哦。首先，我们打开 YouTube。并且搜寻桃园恩宠林良堂，进入到我们的主页的最上方就可以看见直播的连结咯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邀请你可以将这些直播的连结传给你周围所有的朋友，一起来参与线上崇拜哦。最后最后，让我们跟左右两边的说，上帝保护我，疫情远离我，提早上线预备心，少滑手机，专心听，上帝与你同在哦！恩宠快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